包王的打法为什么当年在游戏厅会挨揍？今天曹老虎亲自以身尝试啊！一批是威海著名狠人曹小虎，二批是南城包王。这个规则就是包王只能上两个主力啊，就是包子和真七，然后克里斯是禁掉的。我这边八神也是嘚了喝的大葵花被脸蹬得鼻青脸肿。好，一个 AB， 他这招我跟你说怎么练的，兄弟们，他下地的时候吧，他会输出一个反向的指令，如果你 AB 闪就会被抓，啊，这个很嘚儿。我看叶枫也这么用，所以说我知道这个知识点。就你下地的时候，你输出一个反向的一溜 A， 啊，一般啊，对手 AB 就会被你抓到。转锤，好的，磨死他。那能乱动吗，小老弟儿？你看我这疯狗般的压制，还想赵大哥呱呱的？暴王牌手电筒照亮过光明的路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回合，暴王的包子出场，今天的这个重头戏来了，小宝贝，要看大家。人一手，要看大家，多龟！你看，这跟我卡距离。我要一天一跳就天龙，你给我画架，完了又拉开距离了，这小腿瓣呱呱的，你真难受啊！你看大家，好几句锤机会来，哎呀，这波怎么打着我的呀？啊，他这波发的是真好，一顿小馒头大馒头呱呱的，而且包子这个下地吧，距离特别远，判定高，你看我跳不过去，特别像大猪这种啊，体积大。又体重那个体积大重量又高的角色啊，一跳慢王一下就推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看第四回合，那能蓝之山拜年吗？这不是关键，兄弟们，中了个超杀，然后发个波，中了不可防御，这尼玛，这是在游戏厅呱呱薅头发，一顿踢踢的鼻青脸肿的，这给大哥玩的嘚嘚嘚的。你看我这把八神打得多虚无，兄弟们，这跑抓下盘滚晕，直接带走 perfect 啊！昨天就这种规则，超老虎拿了3分，兄弟们是不是还行？然后又到他的包子了，昨天主要是死在他包子的手里，说实话，他的真气我觉得就首发的话没有气还可以打一打，这个包子太难受了。你看 AB 又被天龙击坏，不可防御波。nice， 刚开呀，怎么不刚？完了，又进入他的节奏了，又进入他的节奏了，一顿小天龙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抢小葵花打浮空，打不到又被绊倒。你刚才空防可以抢萧峰的，我在想啥呀？哎呀，太次了，被他打毛了，兄弟们，每一次跳波平时没有这么紧张，一打他的跳波跳的真嘚儿啊。 Round 3, 又绊倒又绊倒，要靠大家，这是网站拯救了包王的，这打法不讲武德，我大意了没有跳起来，又一屁股坐波上，要靠大家，好贱呐，要磕大家，那能跳吗？小伙子还是太年轻啊，那能 AB 吗？完了，不 AB 也死了，想堵个铺地，距离有点远，还被他防住了，他在防着你啊。所以说不愧是包王的第一包子，是用的真好啊，就观察对手的动向，非常的掌控，非常到位。还剩一个两颗七的大门，完了又推回来了，又推回来了，跟我拼血，完，哎呦 ，AB， 刚倒，完了。